快点打开，快点，开飞了，赶紧开飞了，快点，我不要动了啦，证件拿出来。你干嘛？你怎么来的？你怎么来的？怎么过来的？这是要怎么样子？不必。旅游五五六卡大西，还没有。没有吗？我到了呀。你是诈欺车手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拿钱的嘛，拿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涉嫌诈欺案件，高变身量权利，可以保持沉默，无罪，可以自己意识的申诉，可以选择辩护律师，可以调查你的辩护。我当名是身上有没有违禁品？有的话，拿出来。包包给我，我们要附带搜索。那么不该有东西，没有了。你敢吗？你上车，上车啊，走吧。被害人遭犯嫌以假投资、真诈骗的方式诈取财物，惊觉可能遭诈骗，向本所报案。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与诈骗集团成员与被害人面交款项时，当场逮捕犯嫌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